大众请起立，对面站。大众向上，手持。
真实因，顶礼法师不为礼，阿弥陀佛，请坐，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第135页。经本第135页，从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性病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积身作乐。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废损家财，从一个家的财说起，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的淫欲的邪念已经侵损了家财，已经伤害了家里的人，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做了非法的事，所谓非法，那就是犯了邪淫。所当求者呢，又不肯去做。那么当求的是什么呢？守礼，守规矩。作为一个丈夫的，守礼，作为一个妻子的，守礼，礼节的这个礼。这一段说的，因为邪淫、淫欲的这一种恶行，这已经造成了影响，破坏了。那因此，是一个学佛人，你先也别要求他说是持戒精严呐、这个道业精进这一类的。凡是学佛人受过五戒了，五戒里头有不邪淫戒，纵然这个人啊
没能把礼完全做到，但是至少他还怕因果。人只要心里还怕因果，那还有救啊。最怕的是连因果报应都不怕，这样的人你说他还能担心什么呢？什么都敢做了啊。他虽然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做了违背妻子、违背家人的这种行为，但是由深信因果、怕因果的人，在这一方面会有所收敛。那你说，师父，既然都信因果了，都怕因果了，他怎么还敢去做呢？是不是敢去做的人呢，就叫做他不怕了呢？不是。知道了还敢去做，习气使然啊。诸位，我们要晓得，无始劫来咱们这种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牢牢地掌控住我们。什么时候我还头脑清醒明白呢？外头风平浪静的时候，财色名利还没有来诱惑我，我这脑筋清醒。你这个时候来给我讲什么道理，我都明白，甚至我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当外头的财色名利来了，我们要深深去体会这一句相因即生。咱们在这个六道里头一直都是冤家路窄，意思就是说，这杀盗淫妄在面前的时候，如果你遇到的又还是大冤家，那么这种诱惑力、这种杀伤力，这是更加剧、更严重。那你说，脑筋清醒的时候，杀盗淫妄这些恶行、这些因果报应，纵然清楚明了，财色名利这时一现前了，一诱惑，本来呀，心里还有一点定的，还会坚持住，这个不能干啊，这个要去干的话，那以前那个忏悔这是白做的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遇到的是大冤家，杀生，以前我们害人家害得很严重的，我们夺取人家的东西，或者以前我们在感情上，或者在恶行上，在这个淫欲的行为上，我们伤人伤得很严重，
害人害得很多。那现在来的这个大冤家，如果是没有再下一点猛药的话，嚯，还看你在那边还能老实念佛如如不动的呀，还不行。所以相应即生，我们真还不知道啊，这一个人啊，当他在造业的时候，他所造的业对象人家这个过去生啊，那个业因果报怎么个错综复杂，这种事情为佛与菩萨才能明白呀、啊，我们凡夫看不明白呀、啊，所以我们常常看人家造罪业做坏事的时候，我们是单面的，哦，这个人杀盗淫妄了，罪该万死。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如何与对方啊，人家是相过去是相应即生的呢？要不然这个对方怎么会下这样的猛药啊？如同刚才以前我举的这个比喻说的，说那个人面疮，那个悟达国师，如果人面疮不说出他们过去十世的恩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一定想的了，你这个悟达国师平时啊，看你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啊，哎呀，我都把他当成偶像在拜了，这怎么忽然间会长了个人面疮呢？从来没听人家说过有什么叫人面疮的。我相信这个家伙啊，道貌岸然，平时这肯定是干尽坏事。诸位，你看到没有？你这么一判断的话，是不是错怪好人啊？啊，这人家悟达国师真正是实世的有道高僧啊，怎么今天就被我们批判成无恶不作了呢？那咱们后头那个口业的果报就严重了，诋毁大修行人啊！哦，当这个人面疮啊讲出这一桩公案之后，你还会怪悟达国师吗？不会了。那我们反而这个时候就更加的钦佩他了。钦佩他，你看人家冤亲债主找上门来啊，要讨债啊。哎呀，这个大修行人啊竟然能够挨过这十次啊，没有被加害。诸位，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佐证相应即生这一句话，用在今天咱们眼前，也就是说眼见不一定是实啊，意思就是说你眼里到看人家杀盗淫妄干了什么样的恶事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大智慧去知道人家过去是如何的相应即生，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就如同你眼前你这么样的去诋毁悟达国师的话，那你自己造业了。明白了，别人造业，人家就算干尽坏事与我何干呢？啊，我为什么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去诋毁人家，去批评人家啊，或者说人家造业耶，那造业怎么样？造业肯定后头有这个罪业的果报嘛。那么我们轻视人家，瞧不起人家，诋毁人家，这叫什么？这不叫落井下石吗？人家伤口都还在疼着呢，你还给他撒盐巴，这哪叫一个修行人呢？记住，一切相应即生，我们只顾自己。你眼前看到了什么恶人恶事，他不过就是一面镜子，让我来照啊。这一桩事情如果有，我也跟他一样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对了。所以这个淫欲心重的人，因为冤冤相报的这个因缘，这些来诱惑的冤家对头，他该是什么个因缘？连当事人他自己啊，他也不晓得。也就是说，正在造这个杀盗淫妄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一点都做不了主，只有任由着烦恼习气跟外头的财色名利勾结，有时候脑筋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着自己去造业。那哪有这样的一个人看着自己去造业？真的自己做不了主啊！你看楞严会上的那个阿难尊者，阿难虽然还没有证果，但是跟在世尊会下学了那么久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夫境界的啊。当他遇到这摩登伽女的时候，这个邪术啊诱惑了他。那如果你说我们要不知就理的话，是不是又要骂阿难呢？哎呦，我看你平时跟天天跟在世尊身边，那么有修行的人，原来假的。那你又错了。到后来世尊才给我们说，人家阿难跟摩登伽女过去500世夫妻，那么深的缘。但是今天邪术在诱惑阿难的时候，阿难自己一点都做不了主。你说如果阿难要做得了主，他家里一个老的一个女的，但阿难可是大男人啊，你不要说要抓住阿难，你说阿难你为什么不拔腿就逃呢？就是没办法。而当这个时候，阿难自己心里清楚明白，知道自己哎呀很快就会堕落了，他心里急呀，心里赶紧祈求世尊啊，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啦？诸位，像这一种正面临着杀盗淫妄恶业的时候，脑筋像阿难这样清醒的人有啊，有是有，但是一点都做不了主。阿难福报大，有世尊这样的老师啊，让文殊师利菩萨拿着楞严咒
来救他。那你说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如果我们也是这个杀盗、这个财色名利这样一诱惑的时候，如果再加上相因寄生的冤家大对头的话，谁来救我们啊？最终就是造业。造了业之后，知不知道自己又犯了？有没有认真的啊？就是这个真忏悔。那你看看我们，今天忏悔过了，明天不就再犯吗？那昨天的忏悔骗人了？不是，是修行人呐、所谓讲的，到自己造业的时候都还能清楚明了的人，你说有哪个人呐、脑筋有问题会故意的让自己去造业的吗？没有，也除非他不知道因果。像我们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哎呀，不晓得杀盗淫妄这些，所以我们胆敢造。那现在我们学了佛了，知道杀盗淫妄因果了，还造，自己不由自主，习气掌控，业造了，恶因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头。你这个时候外头的财色名利没有了，内心的贪嗔痴慢也不起作用了。啊，贪嗔痴慢它不过是逞一时之快而已嘛，业都造完了，它还留着干什么呢？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才叫什么呢？大梦初醒啊。所以当这一醒过来的时候，还在佛菩萨面前求哀忏悔，那是真的，那是真心忏悔。虽然下一次再犯，那是习气使然，那么这一次的忏悔有用吗？有用，至少知道自己错了。如果不知道自己错了，就没用，没救。到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真忏悔的力量不断不断的增加，它起了遮止的作用啊，那就能战胜你的烦恼习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纵然造了罪业，摔了一跤倒在地上了，要给自己信心，要给自己鼓励，要给自己勇气。不是倒了一次就没有了，光明大道还在眼前，佛事门中不舍别人。这是明理的人，信因果的人，不管他造什么样的罪业，我们只要肯认真忏悔。那么诸位，这有学佛总比没学佛好啊。学了佛了，肯受戒总比不受戒的好啊。你要比今天我们学佛了，我们如果受了五戒，那至少这前面四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诸位在家同学们，如果你家，那比如说你的先生
肯去受戒。你的太太她肯去受戒。上至父母，下至妻子儿女，都肯去受戒的话，那么至少废损家财视为非法，关于欲望这桩事情真的有帮助。你要多听经啊，多明白道理啊。这我一个家里头，哎呀，难得我的家人肯学佛，肯去受戒。那我问你，你家人啊，学了佛，受了戒，你们损失了什么嘞？也许你会说，师父，你看我父母如果去受无戒的话呢，以后我家就没肉吃了。哎，就算你家里没煮肉了呗，你在外头你不能吃吗？啊，但是你看，如果一个家里头能够守无戒、守礼，在我们儒家讲礼，仁义礼信智。这才叫一个健康的家庭啊。啊，其他的不说，说这个礼，夫妻之道建立在信任上。如果夫妻两个在礼这一方面彼此互相猜疑的话，那么这一段婚姻你就亮红灯了。你比如说做丈夫的啊，到外头去三更半夜十二点回来，做太太的啦啊，天天就在家里想这个想那个的啦啊，丈夫一回来偷偷的看他的手机啦啊，要不然就看看他的口袋啊啊，就好像我们看戏一样，哎，那种剧情。那你说这样的夫妻能和合吗？如果你知道丈夫守礼，哪怕他今晚不回来，你照样睡你的大头觉啊。而像这种完全已经丧失了这种理智了，所以他不守礼，甚至败家了，废损家财了，或者甚至夫妻的感情出问题了，那这肯定就影响到整个家庭成员。那你说有学佛了，肯受戒了，至少他比较信怕因果了，好事一桩啊。诸位要明白这番道理之后，每一个入佛门来学佛的人都是从认识因果慢慢的去改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么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多严重不一样，每一个人那个学佛的情况都不一样，也就变成每一个人在这个学了佛以后啊，能得多少好处的，这个人就不一样了。啊，那现在你看，总好过你烦满胸中，邪态外溢，所以废损家财，视为非法了。
那不学佛了，不信这个因果的了。夫妻之道要不要守礼啊？那肯定也要守啊。哪个做丈夫的，哪个做妻子的，能够允许自己的另一半去搞那些事情呢、啊？都希望所当求者，我希望我能够嫁到一个爱我的好丈夫。哦，我也希望我的妻子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的？你都每一个人都会希望对方该做些什么事。但是呢，就是因为烦满胸中，他不愿意做了，不肯为之。那你说，从这个夫妻之间开始，也就因为这个淫欲的这个祸端，这是导火线。人伦啊，始于夫妻啊。如果这一对夫妻出了问题了啊，你看五伦夫妻、父子、兄弟，这是一个家啊。这两个，这一个夫妻，这一对夫妻婚姻出了问题了，父子、母子之间，甚至兄弟之间，哎，现代人有的新名词，单亲妈妈，啊，由这样一个环境组织、教育，那么后头的朋友、君臣，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人伦教育里头，那叫不健全。那所以古礼里头特别重视的就是夫妇之道。哎呀，你说拿什么古时候的那些礼节啊什么叫三从四德啦，什么叫什么什么夫唱妇随啦，那现在人家会骂我们老掉牙啦。啊，这个我们都不说，我们今天只说因果。因果摆在眼前的就告诉你，如果这一个家庭始于夫妇，但是呢，就在理，就在处理这个淫欲这方面搞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么整个家庭毁了。还有更严重的在后头。你今天眼前只看到的是不过是废损家财，视为这个非法而已。啊，如果因缘具足的话，有钱、有权、有势力、有因缘，诸位，诱惑交结聚会，心病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里头讲的两桩事情，一个是杀，一个是盗。啊，因为淫欲的这个欲望，前面讲的是一个小家庭，你两个夫妻啊亮了红灯啊，那谁吃亏啊？
就你这一家人吃亏呗，啊，离婚呗，啊，然后孩子的抚养权归谁呢？啊，不如此而已。但是后头的这个牵动的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交结聚会，新兵相伐，这已经到严重到战争。我们那些熟读中国历史的，自古被这个色字所累，不是拖累一个家族，拖累一个家庭，拖累一个国家的太多了。就此地讲的心病相伐了。因为过去你说在我们中国啊，我们这个族群封建时代啊，是以男为主啊，这个封建家庭里头没有所谓的男女平等的，那个不平等是非差距的非常之大。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古时候那种封建社会里头，男尊女卑所产生的，在历史里头看到的多少这一类交结聚会，新兵相伐，攻劫杀戮。所以才说不只是前面讲的废损家财视为非法而已，这个是因为淫欲而杀，强夺破邪盗，因为淫欲，再加上不择手段去强取豪夺，你这个人造这样的罪业，不过是归机妻子极深作乐而已啊。意思就是说，他就为了一个淫欲，被淫欲冲昏了头脑，找了跟杀跟盗有关系的这些恶业，他是牵连的。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以我们一个平民老百姓啊，哦，就如刚才我说的，我们为什么会受不了诱惑呢？哎呀，因为习气重嘛，啊，那个爱不重不生娑婆，因为我们就是淫欲是根本，已经跟了我们无量劫了。所以我们做不了主。那像这些有权有势的，能够去造杀盗的，你想一想，财权名利配合上欲望的驱使，而刚好这个人权力在手，刚好这个人对面这些都是他的冤家对头欠债的，又是相因寄生啊。我们不知道他里头那种
错综复杂的因果，但是却是真的。一个隐喻会让人冲昏了头脑。如果你把这个隐喻拿掉的话，那说不定这个人啊，大好人啊。那么我举一个我们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这个皇帝唐明皇啊，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唐明皇年轻的时候是个英明的国君，他是武则天皇帝的孙子啊，武则天退位以后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但是呢宫廷里头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那种攻劫杀戮啊，就是他李隆基靠着他年轻的勇敢智慧，拖了几十年的宫廷斗争，而且那种斗争啊，是一家人在斗啊，兄弟在斗啊，父子在斗，姑姑跟侄儿在斗，杀来杀去，最终让他赢了啊，治理国家也做得非常好啊，在历史上被赞叹为贞观开元之治。贞观那是指的唐太宗李世民啊，开元就是李隆基唐明皇啊，这两个皇帝呢被认为是中国的啊这个有魄力的皇帝啊，可惜的就是这个唐明皇到他晚年的时候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就是杨贵妃。杨贵妃本来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儿子，他的妻子被他看中了啊，然后啊，总之呢这里头就由他们的手段啊，这个转了转去转了一个大圈呐、啊最后转来了就变成李隆基的妻子了。那你说了满朝文武啦，他底下的这些儿子这些孙子啦，这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从一个那么英武的皇帝一直到他遇到杨贵妃之后啊，我们又用回那句话，他跟杨贵妃之间相应寄生的过去生是什么样的感情纠纷啊？是你欠他的还是他欠你的，没人知道，但是能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一种淫欲的事情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大志。从此以后整个唐朝就衰败了啊，还差一点连皇位也没有了，都要被人家篡位了，最后是他自己的儿子啊，李隆基自己的儿子再把唐朝
建立起来，但是元气大伤。经过那个安禄山，啊，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整个唐朝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子。就是从这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从这一刻开始，举这一个做例子，不过是让我们知道，啊，两个人之间叫相因寄生，该是个怎么个结局？如果是在平民老百姓的话，那就叫废损家财。如果在有权有势像唐明皇这样的，那就叫兴兵相伐，攻坚杀戮，强夺破邪。不过是为一个人而已呀，啊！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样子的攻坚杀戮，强夺破邪，为了是归己妻子，极身作乐，像这样的历史记载太多太多了，正是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只能够说，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人都不学佛，那他肯定就不明白这一层因果了吗？啊，而且他们是属于那些有权有势的，那么今天用在咱们身上呢，哎，如果我们把礼给守住了，你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至少你把自己的本分责任尽到了，啊，而如果冲昏了头脑，就只为一人而已呀，啊，就是为单方面的极身作乐而已，然后果报呢，就会痛报与少报就在后头。这一段文的痛报，佛只用两句话简单概括：众共怎厌，患而苦之。众共怎厌，等于是周遭的人没有一个会喜欢你，没有一个会愿意再跟你一起，众叛亲离。你看，大凡我们看一个家庭里头，如果发生了这种淫欲的事情，婚外情，亮红灯啊，夫妻离婚啊，啊，真的结局就叫妻离子散，众叛亲离。所以我们在家同学们，你说我们淫欲没有断呗，啊，这个淫欲还在控制着我们呗，哦，外头那个，啊，师父讲的那个相因寄生的那些财色名利，啊，还在等着我们呗。那我教你，当哪一天真的这事啊就那么不小心落在我头上了，啊，那你第一个要想的是什么呢？后果堪虑啊。后果是什么呢？原本你就是一个很和乐的家庭，哎呀，妻子啊虽然是喜欢唠叨啊，黄脸婆啊，但是还不错了，啊，建立了家庭之后啊，孩子呢也算是尊重我了，啊，算这个家庭是不错的了。
就为了这么一桩事情，因为你极身作乐，逞一时之快。那么给诸位说，那个后头的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就是下场。那如果要说到后面的兴兵相伐、攻劫杀戮，那大概我们现在都是平民老百姓，而且现在都是民主制度啊，还没有至于到像刚才我提的那种啊唐明皇那种例子，也就算了。但是呢，重共争艳，诸位你好好想一想，我们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当什么时候啊，你走到哪儿去？以前啊，人家都把你捧得高高的。现在呢，人家看到你啊，像看到瘟神一样，日子不好过。这种众共争艳、患而苦之的那种苦，真还想着不如就一头撞死算了，何必在现场啊受这种轻视、受这种侮辱呢？所以这跟前面讲的哦，死了以后堕三途恶道去，我堕三途恶道还是什么个样子的还不知道，甚至活生生你活着的时候，因为自己前面的废损家财，或者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啊，如同那个唐明皇一样，曾经是一个皇帝，即便他将来当上了太上皇，他儿子做了皇帝啊，他就被供起来给人家拜了啊，做太上皇，不过是虚名而已啊。那底下那些连个小太监呐，都瞧不起他，都欺负他啊。他的儿子还算蛮孝顺的，但是你能够24小时守住这个老爸吗？当他儿子看到这个老爸的时候，这么样一个大好江山，今天给你搞得这个样子，欲哭无泪呀！啊，从那么高的地位，这一摔下来没摔死。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曾经历过的话，真的患而苦之，对你而言叫白说，你只是听听说说而已，我们不能去体会到啊。一个人当他犯了错之后，所有的人都指着他，那种感受啊。那你说我们谁人没犯错呢？那么诸位，哪天真轮到咱们犯错了，你就要有勇气啊。好比你说唐明皇英明一生，到晚年他犯错了，当上了那个太上皇之后，不要老想着我受尽耻辱，你要能当下接受一切的这些苦，意思就是说，你要能接受一切的侮辱，
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些。为什么？只要我们能够受到啊，就是接受，心甘情愿，这叫消你的业障，这叫你真正已经尝到苦了，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对将来的那个改过有帮助。如果老是抱怨，哎呀，我以前呢、啊，哎呀，你看这个看到我又怎么样呢？现在呀、啊，我很委屈呀、啊，我吃了很多苦啊，你这个人改不了。所以诸位，当我们有了过失，不要去在乎有多少人拿着大石头要把我们给砸死。所有这些要砸死我们的人，我们对他要升起感恩心。为什么？都没把我给害死，哎，他不过是在磨练我而已。外在这一切的侮辱，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谩骂，我们要从自己的知错认错去接受。他们加在你身上的这一些羞辱，其实是在帮我们消业障。你业障能消得多快，那就看你用怎样的大心量去接受这一切的众共增验。这叫修行啊。这样子才能够把一切的苦转化过来。那你说，当我们在受果报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番的磨练，又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但是你得遇到的时候、当你遇到了还真能记得起师父曾经讲过这一番话之后，那才管用。如果遇到了你的心不能接受你自己今天的遭遇啊，如果你心里还一直起着不满、抱怨、愤恨，那么你就真的像经文此地讲的，你要受这个苦，众共增验，患而苦之。这只是通报哦，啊，死了以后，如是之恶住于人鬼，住是记录，人鬼、天地鬼神，或者我们讲因果，神明记之啊，这个人鬼神明啊，天地鬼神记载。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因果报应啊，这个因果啊，会把它记得一清二楚，丝毫不爽。自入三途，死了以后落到三途恶道去烧爆了啊，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也跟前面其一者、其二者所说的一样。当你前面淫欲造恶啊，所看到的你不过是废损家财而已，稍稍高一点的新兵相伐、攻劫杀戮就算你活着的时候啊，都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失败，这人一死了，叫臭名昭彰。不管是活着的时候是众共增验患而苦之，或者是死了之后是众共增验，结果决定是堕入三途。那么我们
过去曾经造过多少的罪业，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国报现前，我们都要学习把自己的心量打开。你这个心量还是为自己做什么呢？接受一切的对自己啊，别人眼里看来的不善，你不要有一点点的抱怨。为什么？人家打你，人家骂你，人家侮辱你，那都是我造罪业眼前的痛报啊。如果你痛报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告诉你，死了以后的那个烧报决定在三途，决定不能让三途的烧报现前。所以眼前的痛报怎么办呢？唯有认真接受，欢欢喜喜的接受。你有这样的心量，你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你在看这些害我们、笑我们、骂我们、打我们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恩人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他帮我们把现世的痛报减少。这样子修行道上，你才能够少障碍，还不至于将来堕入三途那种烧报。到今天时间到，起三者，这个淫欲的恶痛烧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天于此讲经听经功德，祈愿净空老和尚法体安康，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上报四重恩啊，爱下济三途苦啊，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阿弥陀佛。